有关于山东号历史的动态，国防部这边都是非常精确的掌握，然后适时的加以应处。那山东号它在每个年度里面都会有各项不同的训练模式，那这些我们也都纳入掌握的对象。那我在这边特别强调的是，我们所面对的海上威胁不是只有山东号，它还有中共各式的主力战舰以及海巡海警的这些舰艇，我们也都透过我们的侦监手段以及友盟的情报合作管道，有效的来加以掌握，